晚课。字句，皆是大罗汉，众说之事，照。
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。
生彼国，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于宿舍礼佛，不可以超生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礼佛。若有善男子善女等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起人念命中时，阿弥陀佛于诸神中，现在及前世人中时，心不念他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弗，我今是离故说此言。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舍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东方弥陀阿处弥陀，须弥相佛大须弥陀，须弥光
Amen.
悉那耶娑婆，南无那呐那罗那耶耶，南无阿弥耶，摩诃萨帝娑婆那耶娑婆，唵悉殿多曼陀罗那陀耶。佛陀智慧广，护持生命大道场，滋润心灵生命力，成就菩提清净心。
各位菩萨，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。什么叫一心念佛？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不当跳去别台。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佛的心、慈悲心，保护所有的生命，智慧的心，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。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。阿弥陀佛。话拨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有智慧的生活，才有慈悲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。